进来吧。哇，我去，你不会真的一个人住吧？别废话，快去做饭。对了，厨房快一年没用了，你先去搞搞卫生。谁要给你搞卫生啊？而且让我做饭你就得付钱。钱可以付，但要是饭不好吃，你得跳楼。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好香啊。你做的什么？自创的炖牛肉。你家开饭店的？曾经是。那现在呢？关你屁事啊。那你很缺钱？缺，不过别用这种施舍的眼光看着我，不然你这是欠揍吗？